哟，还不投？你看这些人多么的恶劣，他们不但烂，然后还要绑架，这就是这些鹿仔的本性，一刻转守为攻。我去，那不是连长盾都要搞吧？还多了水果大炮哎、欸，之前没有。哦，那我们就看着，哎呀哎，靠靠靠！哎、欸，我被卡住了，我被卡住了，哎、欸，我被卡在里面，哎哎哎，起来！你起来了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去！那不是连长盾人要搞吧？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我刚刚被卡在里面啊？我的脚被夹在这个擀面棍里面，我们测试一下会在夹在里面吗？没有，可以跳啊，你们就可以跳走啊！你看，即使我用身体去冲撞这个擀面棍，我也是可以跳走啊！你看，可以跳啊。没有，这是测试，所以这次不算。什么一还在坚持？你们想看吗？什么还在坚持？对他们很坚持啊，坚持嘴炮。少人，笑死我！你打不过怪我，中路那边我看了，确实怪不得上把被我虐。啊，嘴的整场还在嘴，他们两个人不投降就为了是嘴炮而已。OK， 你看我们就这样拉住他，最后起跳，还被害了，真的可以，真的可以。下去。辅助是软辅且单排，对线不会怂，打团会保 C。祝大家上大分，尽情享受游戏的乐趣吧。他为了怕遇到转守为攻的队友，他先消毒了。我们要给他机会吗？我如果不给他机会，会有点良心不安。毕竟我还摸到我的良心啊。遇到石头人，他一定下去。但是我们不玩那种躺脚，史丹利不躺分，这是众所皆知的事情。让他见识。Korea Fish 的力量，鸟鸟带电刑，他想靠误穿来制裁我们。如果我是玩个偏袒的角色，他就结束了。狂战士 Fish 吗 ？Fish 好像出陨落比较好，不太适合狂战士，也可以第二件出盾弓了。但比起那个，我觉得出三枪更好。很嚣张，就不要让我三等，我三等的时候你就倒霉了。你点我哎，帮我点爽没？好友之前都可以这样压他，都不用怕被 gank。你就这什么意思啊？还不需要打野你就死了？你不要这么菜好吧？不要每次我转守为攻的时候你们都这么菜。那我知道该怎么玩了。我没有想过来到陆服，我们的遭遇还是跟韩服一样。胜利方程式唯有转守为攻，你往后跳啊！哎，你往后跳啊！啊！下去！啊！你还想操作？你有操作空间吗？下去！鸟鸟嘞？怎么了？你鸟鸟这么早跑线什么意思？下去！他的心态已经崩溃了。不要给他投啊！天哪！不要让我们当义工啊！对哦，吸魔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面对一条 AD fish， 他出了个吸魔剑，这个人的经验跟我们不在一个 level 啊！人呢？人呢？又下去了，什么意思嘛？你那个装备，你带着一个吸魔剑去跑线？能不能别让他做到事？这个人这么烂，我的天哪！真的，这种水平的玩家不要一直送他头好不好？这个人拿着一个吸魔剑跑线都能成功，我看的是很难受啊！代表你们的水平也是很差。哎，该不会我这局可以输吧？这个上路已经长这样了，我这个输就真的没道理吧？我这把如果输了呢，我们从今以后在陆服就是保持一个永久转守为攻的姿态。
就拉一下，拉一下。哇，你们这个 AD。没关系啊，有本事你们就让我输，我没啥好说的。下去！哇，一定要这样子吗？一定得这么送吗？就这样要把霸王送掉了，我们无话可说，除非他偷到霸王，不然结束了。急速 BD Fish， 再反个红 Buff， 人好多，快走！哎呦，黑man，我那个三公分大绝看起来有点丑。不是啊，对面的回人不想跟我打，我可以发挥我唯一的长处。别送了，我可以在 BD， 我在 BD 了，你们就别送了好吗？我这个人在 BD， 他们能守吗？我没有人能守啊。哎，我丢了个限制走位的，我实际上还要继续猜，你怎么样？你回人能守我吗？你们就不要回啊，不要回啊，直接门牙断裂。啊，不打了吧，我半血了。再来啊！你再来啊！放马滚！什么意思嘛？对面都掉一路来打成这样，我们永久转守为攻，这把还没输，还没输好吗？啊，其他攻手都不干事，为什么他们三个人都在我这？他们好像不喜欢做事情啊。哇，我也整他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拉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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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的坦度，我们的坦度，下去！没有想到我的坦度如此的硬吧？大龙，大龙，好啊！哇，你看对面的奎恩出愉悦之刃，他第二件装备出愉悦之刃，他对于奎恩的理解跟我可以说是天差地别，我在天，他在地啊！这个他第二件装备出愉悦之刃，证明了他对这个角色不太熟悉啊。没错，我的职责就是 BD。拉掉，拉掉，拉掉，拉掉！哎呀，没事，你们花了那么多精力打我，应该不会赢吧？应该没道理赢吧？哎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纳米，你在干嘛？看来我们还是有机会挑战永久转守为攻。你等一下行不啊？哦呦 ，AD 死了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我不做短距离 TP 了吧？好像不用了，好像赢了。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 ，Wait me！ 爆炸伤害，哇！你这个伟大的实力堪称一绝。超硬 fish 登场！啊 ！A few moments later， 啊，好飞啊！啊，好飞啊！啊，好飞啊！史丹利，干，我根本是演员哎，我根本是天生的小丑哎，哎，太夸张了吧？干，刚那个 D 跟 F 连在一起。我们手指太肥，直接被惩罚。哎，要结束，要结束了！让我 BD， 让我 BD， 真的，让我 BD 一下吧，拜托，拜托。刚我刚完美一打二，哦，那个 TP， 不然我直接一打二了。哦，哎，守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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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
去不了，去不了，去不了，去不了。我老实跟你们说啊，我 low 打十年，刚刚那个就是最丑的情况了、啊。那个原地 TP 就最丑的情况，真的，我十年没有这么丑的。我认为这个装备是可以的，即使这把转手围攻失败，我们是非常有收获的。你就这下去？哎，起来！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该不会我这局可以输吧？哎呀！下去！哎，我被卡住了！我被卡住了！哎，我被卡在里面！